全网都在做的孜然蘑菇真的太好吃了。首先把蘑菇撕成小块，水开倒入蘑菇，烧烫两分钟捞出，油热小火下葱花干辣椒炒香，再下孜然辣椒粉炒匀，倒入蘑菇，一勺生抽，少许老抽和蚝油，适量盐糖鸡精，翻炒入味，放入蒜苗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做法简直太好吃了，你也试试吧。